确定一下每个朋友都会懂，技术问题要解决才有艺术。OK， 那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综合座谈。那这个综合座谈会是2小时，中间不休息，但是当然随时欢迎进出哦。那我们的座谈，当然作为主持人，我的工作刚刚大家都听到是数位政委嘛，数位就是不止一位啊的意思。所以在场数十位啊，都是等于是数位政委，变成数十位政委，所以也是很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手机啊，就是用来扫这个 QR code。那因为我们2小时的讲座其实非常的长，我们在大部分在大学里面授课的时候，因为我常常去被邀请演讲，大概到第20分钟，台下的人就已经开始看手机，开始滑手机，然后如果你不让他对什么东西按赞，老师他会开始抖，就是会有戒断症状，这个现在都是很常见的，所以我想说，现在大家如果扫得到 QR code 就扫 QR code， 如果扫不到的话，也可以手动帮我进入这个网址 slido.com，slido.com， 然后输入08260啊，井号不要输入。不管你是就是进入这个网站，然后输入08260，还是就是扫这个 QR code， 都会进入同一个匿名的提问空间。大家可能觉得说，我们没有几个人，为什么不举手发问就好了呢？当然，一部分是因为举手的时候，这个就是我在麦克风在滔滔不绝的时候，一般来讲不会有人会想要举手。大概是这样，所以就是大家的发言权会受到剥夺，因为一次只有一个人能够用麦克风嘛。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些比较直接的问题，如果是要问，就是老师能够问我的话呢，一般举手之后难免打个6折7折，这是人之常情。那但是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匿名的提问空间，所以其实大家想到什么就留言，因为反正大家都在滑手机，也没有人知道谁问的，所以这个情况下，觉得可以比较畅所欲言啊。那它有另外一个好处，不是只是匿名而已，而是说它可以按赞。所以就刚刚讲了，就是说听了十几分钟之后，就会有一种想要开手机找个什么东西按赞的那个冲动，就可以获得缓解。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只要去看别人问的问题，你也想要问的，你只要按赞就好，而且他会立刻就有那个酬赏。就像我们在这个 Dcard 啊或什么东西是推文啊或者按赞啊，你立刻会看到数字会变多，所以立刻那个就多巴胺回路就可以满足。那满足之后，你还会看到说按赞比较多的就真的会被推到最上面，因为右上角这个排序它的逻辑就是。一人一票，那每个人只要像现在有一个3个赞的哦，他就会浮到最上面。那不到3个赞的都排在他底下。那最新的就是一些程序动力啊，或者像说之前都会有人推说什么冷气太冷，冷气不够冷，什么光线不够强，什么之类的、哦，大概就会可以用右下角的这一块哈、哦，当做一个就是正常能量这个疏导的一个管道。所以一般来讲，除非说右下角这个是追问啊，不然就是当大家聊天试用。那这个确实也是有需要的，因为很多人都会有就是稍微就是。是看一下手机，好像发个什么po文这样子一个冲动嘛。我们就是希望说大家的手机可以尽可能变我们教材教法的一部分，而不是说好像到了大概半小时的时候，大家都就是各自低头玩手机了。那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今天的时间跟空间的结构，就是大概2小时的时间。那顺序就是因为刚刚老师们自己决定座次嘛，所以就会是从离我近的到离我远的。OK， 那所以像这个就是比较地图炮的这2个问题啊，就是大家都可以。回答的问题，那我就不会特别去 cue， 我就是可能就是用这样子的顺序，请老师们帮忙分享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来实验一次好了。有4位朋友们想要问我跟各位讲师哦，运用数位科技来完成各种沉浸的剧场展演的活动，不管是你用他自己的手机、自己的耳机，还是用你发给他的设备，甚至是 VR。但是呢，线上体验跟现实体验多少还是有些差距哦。请问未来数位有没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变成是说你在线上体验的时候完全感觉不出来自己是在线上，也就是进入那个 Matrix 的那样子一个世界啊，就是 Neo 嘛，他有在吃下红药丸以前都不知道自己其实在一个 VR 游戏里面哦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作为艺文工作的活动的幕后工作者，应该要如何对应这种感受的差距哦？不过当然，如果完全没有差距的话，我们也不用对应了，因为大家都会以为自己是。就是在那个 Matrix 的世界里面，所以还有差距的时候，其实才是艺术有趣的一个地方。那我自己先分享，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推 5G 嘛，那大家可能知道说 5G 跟 4G 最大的差距就是时间差会缩短。那 4G 的时间差就是从你点头到我看到你点头，从你微笑到我感觉到你微笑，中间会稍微差一点点时间，那这个时间是人类感觉得出来的，所以就会变成是说好像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的那个讨论的过程里面，我好像没有办法真正捕捉到你真正的意思，这个叫做微表情 microexpression。
那如果人看不到微表情呢，就会脑补，脑补当然大补了，但是大概都是错的啊。那所以就是会很容易说见面三分情，但透过视讯，那四 G 又有点抽格，声音又不太 OK 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反而可能倒扣一分情的情况都会发生。那所以我们在五 G 的时候，其实主要就是把这个延迟缩短，所以都可以有好像说一个人在北流，那另外一个人在高雄这边，但是两个人还是可以 jam， 因为两个人中间没有那个时间差，所以我想就是共同在场这个感觉，至少在五 G 的这个时间的延迟方面是有解决，但五 G 的频宽并没有宽到 Neo 的脖子后面的那个排线的那个频宽啊，那频宽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从环境中吸取的讯号，大概 每秒钟大概超过10个 gigabit per second， 那现在五 G 就算是 millimeter wave。也只能有这个的80%左右而已，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再现那个在场的感觉，所以即使是 5G 技术或者光纤的技术，在我们可见的未来3-4年，大概这个差距一定还是有的，它不会是变成完全沉浸式分不清楚区域式的差距，所以一定有脑补的部分，但好玩的可能也是在这个脑补的部分。所以接下来是不是就请三位老师来分享一下说就是第一个你们觉得要怎么样子去对应，那接下来就是说这个问题是不是不要解决比较好啊，就是另外一个也是可以回答一个角度。那我先来回答一下，就是说，当然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没有错误，就是我的理解就是在电影院看电影跟在家看电影的感受的差异，就说在家里看有你一个人，你没有其他的观众，那电影院里有很多的一起的观众，那如果在家，那如果是用虚拟成功的话，在家里突然多了旁边，在家里一个人要看电影的时候，但突然身边多了很多人，对，那他会有点毛毛的，看恐怖片会更恐怖，那所以变成，但是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错误，因为那个线上体验与现实体验是不是就这个是不是大家所想象是一样的？我觉得好像如果有差异，大家可以再继续提问。然后我觉得现阶段可能还没办法真的做到这样子。那你说真的要做到的话，之前有部电影，它是用很多台的那个无人机，它同时去投影成把真的打造出一个真实世界，而不是戴着 VR 的眼镜，而是我看到的就是其实假的，但是看得跟真的一样。但是这个可能我觉得短时间或者是也许20-30年之内可能还没办法达成吧。对啊，我自己想法是这样。所以就不是穿戴式的 VR 了，而是可能就是把这种全息投影可能越来越精致化，对，也许是一个比较简单大家可以共享的方式，这很棒。我们请我倒是想到一个问题，说这可不可以解决的，当然我也不是很确定，但是之前我们就曾经有想过一件事，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交响乐团他每一个团员都要看指挥的动作，然后才发出他们该发的声音。像现在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很多交响乐团他们其实都自己团员各自自己在加入的东西，然后经过后制之后把它都在一起放在网络上。那当然这个是经过后制，这并不是同时发生的，也就是说指挥在那边比了半天，那个其实也是后制出来的。那有没有这个可能以后就是真的可以实现指挥在荧幕前面比，然后他的团员在家里就可以发出声音来，这当然是我以前曾经有想过这样的一个有没有可能实现的一个事情。那当然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事，但是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必要，这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然后这是我的看法。是，所以说后制一定程度可以取代指挥的角色，但指挥如果有他自己的诠释的话，我记得有一个叫 Eric Whitaker 嘛，他之前有一个 Virtual Choir， 就是虚拟的合唱团，他就是指入指挥柜，那然后每一个声部自己在家里录，但是他在指挥的时候就把那个表情啊、动作啊什么都传达过去，那所以最后回应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也还不错。所以这种非同步的，就是指挥作为一种什么默剧表演啊的这样的一种能力，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来尝试的。我觉得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上面，就是说数位这件事情，其实灯光也在剧场院灯光也变数位化，从传统的那种比较暖色的灯光，到后来比较数位的灯光，然后一直到不管是音响或其他都是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然后它可以伴随我们这个过程，我们都会有一个不习惯的过程跟习惯的过程，习惯之后我们可能又会想要打破这件事，我们觉得有一点点那么犯贱，就是我们很喜欢新的东西，所以我倒不觉得，就像刚好云讲，我不觉得我们要去改善，而是让它发生，然后我们再来看可以做什么样创作或变化，反正是有趣的。这真的是很重要，就是我们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程度，然后打造好一把剑嘛，总是想要贩卖掉它。那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每次犯贱的时候，大概就是在尝试这个工具它的可能性，它的可能性。那但这个可能性确实也让大家发现说，哎，我们大家都用，好像我们现在大家都麦克风，而且是无线的麦克风。其实这个声音，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因为我会有一段时间，会听到说从回弹的这些就是喇叭传回我耳朵的这个声音，所以我其实已经在想下一句话了，但是这个环境在提醒我上一句话的这个状况啊，那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对，那但是后来我们在那个空总，就是当然文化实验场，我的办公室嘛，3399号，那他们有去做了一个叫做声响实验室，那他们就把那个地方的所有的应该是吸音的那个墙壁嘛，变成是说你如果在那边然后讲话的话，你的声音完全不会回来。那这个时候，哎，我就突然间觉得非常自在，觉得说好像就是当时我闭上眼睛，然后他们就放了一些声音的音场嘛，把我带到什么什么万华啊，什么永和街头啊，什么之类，那真的有这种我人在那边的感觉，因为没有一个墙壁的那个声音喇叭的回弹来提醒我说我现在在一个就是人造的这样子一个空间里面，所以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技术，也是我觉得声音的全浸润是比影像要来的容易的。那声音全浸润的频宽也好，技术也好，现在大概都已经趋于成熟。那影像就像刚刚讲全息投影，这个还需要蛮久的时间啦，才能够达到就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个情况啊。好，那这个果然就是比较多人投票了，很高兴，欢迎大家多利用投票功能。然后如果就是没有带手机或者不习惯打字，或者还是比较习惯用讲的朋友的话，也欢迎举手，因为大家都就是桌上有麦克风了，所以其实不用传麦克风。如果举手的话，举手的优先顺序是到过荧幕上面。那有四位朋友们想要问老师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表意这个领域的创作常常钻研，好比像说技巧的钻研、文本的钻研，那这些钻研越发展，好像就变成只有在那个钻研的领域里面的朋友才能够听得懂我们的一些术语。那所以有没有可能一些就是这不能叫科普、艺普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提供一个方式说，一方面就让创作者能够打开跨域的想象力，就从各个方面去汲取他创作这个资源，不是只有这个小众里面。那另外就是刚刚讲到普及化的这件事情，就是让大众也能够觉得说，哎，这群人不是只是在搞个自嗨啊、同温层啊、小圈圈啊，虽然对我来讲这个都是很棒而且很必要的事情啊，如果没有自嗨、同温层、小圈圈，大家也不可能去爬高山啊。对，就是要一个营地啊，那个很重要。但就是有没有可能让就是对这个还不够了解的朋友们，用些他们比较习惯、比较大众的方式去，可能是跨媒体或者跨文类的，去让大家觉得哎有关联或者有关系。我自己因为常常翻译电脑游戏，尤其是互动式的电脑游戏，所以这个我觉得现在不管桌游还是电脑游戏，真的是一个蛮能够去把各种不同的创作集成的一个地方。好比像说像当然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返校，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他把很多的就是不管是历史的考据啊，或者是一些剧本文本等等，因为使用者就是他在玩的人，他是带入主角的位置，而不是观众的位置，所以其实他不太需要真的了解里面的细节，他自己的那个互动过程就可以感受到这件事情。那这个也是我们刚刚讲，就是浸润式剧场，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一个 point， 就是说你就是主角，而且就是你的这个主角位置别人没有办法取代，因为你的这个角色拍到底要怎么走，下一步要讲什么等等，哎，完全是你控制的。那这个时候旁边的这些不管是技巧、文本等等，其实这个观众他就好像是在潜移默化之中就会去了解。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老师有什么想法？对，谢谢。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好，也非常的根本，就是说，在尤其在我们的教育里头，好像很缺少的这一块。那比方，我还是以舞蹈来作为例子好了，那或者舞蹈跟音乐来做例子。在舞蹈里头，我们被要求一看，可能就看到原本舞集的这么大庞大的作品。就像我们如果接触古典乐，一开始听的是个交响乐，你可能。如果小朋友或者是不懂的人、外行的人，他其实有点进不太去。可是，在古典音乐里头，我们还是有什么彼得与狼，还是有那个东方法兰杰，让
入门者他最熟悉到哦，原来音乐里头有音色，有拍子，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去一步一步的进入到小的室内乐，再慢慢的变成一个大的磅礴的交响曲。可是舞蹈通常都没有，舞蹈我们一开始看到云门舞集社，就如果你进不去，你就永远都进不去了。他没有发展出一种比较浅一步一步的，或者是比较浅显的，是给入门者看的。那当然，你说云门要看他有一个作品叫《传球乐》。他就是有16个舞者，一排4个人站成一个框框。那大家在传球的时候，他有一个动作，他那个动作就很简单，就他说哦，原来舞蹈有一个拍子，有一个节奏，有一个线条，有一个可以去简单去明白的哦，原来这个是舞蹈。那可是我们的教育里头好像就舞蹈教育里头好像要么就是一开始就是看了芭蕾舞剧这种，你可以透过一个故事去了解它，可是好像你如果去了解到比较艰深的现代舞的时候，很多人就放弃了，或者说那到底在演什么、啊？可是问题是，有时候舞蹈它并不一定只是要传达出一个故事或者一件事情，它可能有时候它就是一个漂亮的动作而已。那所以变成，我觉得这个当然要很根本的，可能要从变创作里头，可能要分规则，就是规模，就是这个是适合入门的，这个是适合中阶的，这个可能适合高层的。那在创作的时候，它就会有比较相对应的一个创作方式，可能我觉得会比较好。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舞蹈观众可能是戏剧观众来的，那他进到舞蹈里面之后，他就想要了解这个故事在讲什么。那当一不了解之后，他就下次再也不会来了。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入门的作品是必须的，或者这种进阶一段进阶看舞的，或者说像我觉得音乐表现就很好，音乐就有很多是小朋友看的，小朋友听的，他从那里头去慢慢理解到音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所以我先回答到这边。就是从小学吹那种直笛，一路到演奏交响乐，中间有一个路径嘛。对对，那但是从直笛的跳舞的，会问什么跳排舞，到一路到现代舞，中间有没有一个路径？这个是老师所关心的，对。我刚刚听了英雄男讲之后，我才终于发现，原来我一直都没有看舞的原因在这里。就是因为我没有入门到。好，那其实我倒是想到比较算是相反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以前也是一直都在思考怎么样可以让古典音乐能够再普及化，能够再让大家都能够买票来听，能够来买 CD 买唱片来欣赏这个艺术。那后来我发现说，其实确实它还是有一点点的门槛在，虽然它确实还是有一些可以入门的东西，但是比较起其他的音乐类型，说流行音乐也好或者什么，它还是会有比较高一点的门槛，它必须得要多一点去理解，多一点去了解它的背景，或者是了解它甚至它的一些基本的理论，你才有办法真的能够完完全全的去欣赏它，或者是去了解它。那但是其实我也觉得，比如说像爵士乐也好，或者流行音乐也好，他们其实也有他们需要去了解到的一些门槛。虽然说他们比较容易可以入门，但是比如说如果你要去了解一个很棒的编曲，它到底是用什么东西编的，它为什么会这样编，它用什么样的和弦或什么，我相信这还是有一定的门槛在。这个也是让我们为什么会一直想要再继续去钻研，继续去接触它，去欣赏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吧。谢谢。好，所以其实我刚刚听起来的意思是说，我们就是这个门槛，不要觉得这个门槛是一个问题啦，而说这个门槛如果有足够多个小阶梯了，每一个小阶梯你都可以多学一点，多学一点，就是每一次都觉得不管好高不可攀，因为你第一个觉得高不可攀，大概就会停在那边，有很多别的更有意思的事情做。但是如果每一步都踏得上去的话，那门槛高其实它是并不是一个内生的问题。那像郭老师的分享，我想其实就是专业的就是看门道啦，外行没关系，我们就看热闹，你也可以欣赏。我记得有一次，高美馆有展陶杰弥生的时候，有个小朋友，他爸妈妈带他去看展，然后他就跟妈妈讲说不要看，都是点点。然后他妈妈就说，可是点点很可爱，点点很好看。他说妈妈你觉得很可爱，我觉得很恐怖。我觉得是欣赏的方式不同。
然后我在旁边听，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后来他妈妈就一个一个跟他介绍这个作品，这样子，那小小好像似乎就越来越喜欢了，就慢慢的有一点喜欢，说我回去也可以画一点点。他妈就最后跟他说，嗯，很棒，以后会跟他一样变成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美术家，这样子。那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看东西的方式的不同。像我妹是台积电工程师，她每次我在做戏的时候，她都会说，姐，你做这东西我看不看得懂？我说你一定看不懂啊。她说那我可以试试吗？我说你可以试试啊，但你一定看不懂。当她看懂之后，她会有一种得分的感觉，对，她会很开心。所以我觉得对于刚刚问的这个问题，无论各种不同种类的艺术，我觉得一定都有所谓叫懂或不懂，但是那个界限是什么？也许你的不懂正是我想要知道的疑问，我还蛮喜欢这件事情。对，所以就是回来这个，就是怎么样跟大众沟通。所以也许就是说，主要还是不要没有面子问题嘛。就是说，如果不懂，就是我常常说那个勒克文那句话嘛，这个万事万物都有缺口，缺口就是光的入口。所以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说不懂，但是他其实就是在发出一个邀请嘛，就是希望就是比较懂的朋友们，哎，真的可以跟他分享。那他的不懂本身也可以变成一个讨论的一个资材嘛。对，那就是什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什么之类的，有一个古老的讲法，好像是道德经。对，那大概意思就是说，大家要互相爱惜这个有人比较懂，有人比较不懂的这样子一个感觉。那有这样子的感觉的话，其实跨越想象力它自然就打开了。所以我想就是说任何创作的朋友们，只要一开始去看就是创作出别人不懂的东西，但是呢，人家看不懂的时候呢，你不是已经跑去做别的了，而是你陪在旁边，就是慢慢让他越来越懂的话，那就像刚刚那个，只是万老师说是马上给安小孩的那个故事一样，也许这个不懂就是双方这个跨越想象力一起打开的这样一个契机，很棒，很爱情。那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如果对舞蹈创作而言，因为它其实就比较抽象，那有时候那个大家看不懂，有时候可能是创作者自己也不懂。所以其实大家也不用太介意，就说对，就是有很多创作他也在摸索，然后他其实做出东西，那时候大家也看不懂，其实他自己搞不好也不懂嘛，所以其实大家也不用太介意，就是他只是说可能觉得花门票冤枉，但是有时候的门票是要协助成长，就像我们买三星产品是为了协助整个科技的进步，对不对？这个我觉得很有道理。我之前那个有看过一个哲学家叫高达没有，他通常在讲说我们诠释学嘛，美学的了解都是想要越来越接近作者想要传达的意念。但就有一天他就碰到一些现代主义的作品，就像老师刚刚讲，就是创作者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意念在这边哦。然后那个高达没后来就想了很久，就写一篇论文说，哦，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艺术里面教导我们，他从外面反推我们理解的极限。所以就是说，他诠释学是从我们能理解的慢慢往外推。那但是有些这种作品就是从外面往里推，就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你一定不懂，而且创作者也不懂。但是这个东西，欸，也是让我们去反思说，啊，那我们懂的东西它的限界在哪里？那哪些东西是我们误以为自己都懂，那其实是有盲点嘛，所以画出盲点来也是一种点点嘛，对，这个是一个一个盲点这样子的画法，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了。谢谢平老师。那谢谢大家的问题啊，这个票数越来越多了，可见拉票有点用。有七位朋友们说，这个科技的数位化协助表演最后一里路啊，表演最后一路就是温度啊，表演者跟观众要怎么样促成啊，掌声啊，观众的回馈。那像刚刚我讲一些，就其实有一点温度，不是很冷的笑话，大家有笑吗？然后这个在 Slido 上面有按赞嘛，所以我想就是说，多少还是有及时的回馈啊。我们讲数位不是只是说就是广播或者是电视那种就是一个人给一几百万人听的那种东西，那个是很古老的东西啊。我们现在讲数位，大概都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同样下载的同时就可以上传。你在看直播的同时，你也可以开直播。而且如果你在台湾的话，开直播还不会就是让你的流量费用爆表，因为反正一个月都是499，不开白不开。所以就很多人都非常勇于乐于分享。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等于每一个人都是从某个角度来看表演者，因为你只要把手机的自拍镜头一打开，你就马上变成表演者的这个做法。那现在只是说我们在设计我们这个体验的时候，怎么样子确保说，哎，你在观众在想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他既不会打断这个表演，又可以再加入这个表演。那这个表演每次的这个不确定性，也许不是来自就是排片次数多寡，而是来自每一场的观众不同。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参与式的表演或剧场。那这个对谈就是这个一个例子了，大家可以去就是往这个方向多想一想。那也想知道说平老师对这样的参与是有什么想法？
这个我的理解是说科技数位如何协助两仪书最后一里路，那后面 dash 有温度，我觉得科技书可以协助两仪书不少地方，但是温度它其实好像也不太容易。那最后一如果说把问题拆开的话，科技说什么协助表演书的最后一里路好了，我觉得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会透过网络去认识很多新的表演团队。那这件事情其实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很多现代舞团他们其实不太愿意把作品变成数位化，不太希望被录制，他会希望说我的作品只有存在现场，你如果现场没看到，你其实就看不到。而且事实上，透过的角度，那个摄影机的角度的圈选或者是聚焦，它其实是摄影师的角度，而不是观众的眼睛。所以其实过去很多那个表演艺术的团队不喜欢被拍摄，但是在这20年来渐渐有改变了。现在很多欧洲的新团，你看不断的透过 YouTube 来展现出他们的舞多厉害多特别，那当然也真的很虏获到非常多的观众，变成是忠实粉丝。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但是很多网红的成立，很多网红起来之后，那个数量又压过了这一批，所以现在要透过这些东西来帮助表演艺术，其实又有点困难了。在过去的时候曾经有一些机会，然后表演的对温度这个我倒觉得这个我可能先对，然后那表演者与观众要如何促成掌声，这个我倒很有经验。大家如果我们比方说看你们的九哥好了，那个林老师的厉害在于他每次他总是会在最后面弄出一个非常美美的画面，就是或在要拍手前制造一个高潮，但因为他放在最后面，大家看完之后就哇就可以鼓掌，那这都你都觉得是设计的，就是为了骗掌声，然后去在最高潮的时候收掉的时候，哇，大家都会突然很激动。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安排。如果要为了骗掌声，那这是一个好的安排。但我看过很多表演，都是到最后好哀伤，那个哀伤完之后灯一暗，大家也不太想鼓掌。所以，这我觉得这是一个互动的，就是如果大家的最终是想要骗掌声的话，那要把高潮放在戏的最后面，这是一个方法。对。掌声也是一个乐器鬼啊，就是你要把它写在最后，只是说这个乐器要大家来帮忙演奏而已。但是如果前面就是太过忧伤的话，可能乐器就失灵了，就不会动的一个情况。那我是觉得就是刚才那个 point 是我觉得蛮好，就是说其实去发现到自己品味之外的这样子一个东西，确实是 YouTube 对很多人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这一方面的角色了。在还没有被网红就是发展之前，对，那但是即使是现在，除非是你只看发烧榜，不然的话我不会看到说，我看听到一个像刚刚讲 Eric Whitaker， 我只要一听他，那他就自动帮忙做一个 playlist， 那这个 playlist 里面旁边其实就是跟他风格比较类似的这些古典音乐家，那这个其实也是我认识古典音乐现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就把那个 auto play 开着，然后他就会开始一直放一些当代的古典音乐家，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绝大部分版面就是已经被网红占据，还是有留一个小角落，是可以让大家发现新的这个音乐或者是舞蹈的一些朋友。那那个延续刚刚那个比如南说的，我倒是想到，其实古典音乐里面有很多的创作，你很容易就会非常的激动起立，掌声就下来了。那反而有一些作曲家，他其实是会逆向操作，比如说像柴可夫斯基的第六号交响曲，它其实是它的高潮点是在第三乐章，可是它其实后面还有一个第四乐章，就是像刚刚他说的，它是悲伤悲伤悲伤到底了，然后结束，应该现场观众应该是鸦雀无声的那样一个状况啊，所以常常有人都是在第三乐章结束之后就起立鼓掌，但是有一些指挥就会叫他们赶快坐下，后面还有，所以这个。我倒觉得这个所谓的掌声，到跟这个跟这个所谓的温度，或者是说跟那个表演的这个最后的结果，可能并没有说那么很直接的串联。当然，音乐上面它有一定的一个所谓的高潮起伏，会让你非常的兴奋、激动的那样的一个状况。不过还是会有
另外一种现象，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子的一个音乐的氛围，它是要营造那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你有被它感动到，你很自然你就不会做出起立掌声这样的一个动作出来。哦，这是我的看法。温度这件事情，我觉得用刚刚讲的东西，我觉得数位跟表演术之间关系不会是单恋的关系。如果你会讲到温度，就你需要数位，所以你如果说需要数位，一定会有所谓的温度，那一定会在创作当中产生。我刚最后用了唱跟路易斯的关系来表述数位跟表演术之间的关系。唱会飞只是个炫技，但他如果飞起来救路易斯，那就叫感动。所以我想，我们所要表达出来的温度应该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它永远不会是单恋，它一定是一对恋人才有办法展示出温度这样子。非常好，也很适合情人节啊，没有，这里才是情人节。OK， 好，那接下来就是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啊，就是说数位化，当然我们理解说它可以保存非常久。那我们刚刚讲到4G、5G，它也可以传递的非常快。那事实上就是有些朋友是没有办法到这个演奏空间里面的，他可以好像自己在演奏空间里面，这些大概都不可否认。但这些大概都是把就是这种面对面的经验，尽量不要打很多折扣的传递到其他地方去，大概是到这个程度，或者其他的时间去，未来后代去。那但是这里这个就是速度嘛，或者是它的广度嘛，但是没有谈到深度啊。就是说数位可不可以让创作者他能够达到一个，他如果没有这些数位工具，他就没有办法去探索到的那些意境里面，那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像表示什么？数位化的保，这个光保存这件事情，能够让表演能够再现，这件事情就能够对深度引发出很大的影响。比方说，过去的人可能看不到太多的作品，他就是每个人，就我们过去的年代，就还没有数位化的年代的时候，我们看到作品有限。我们对于薪资的收纳也有限，可当数位化之后，比方说前阵子疫情之间，那个全世界的好的所有的表演影像全部都在网上可以看到了。那如果能够有系统的去慢慢的把这些影像都看完的时候，我觉得当然会对创作的帮助非常大。那所以变成说，我觉得数位的保存或者是它容易的传播，它都会加深创作上的深度。这是我自己的观察。而且就是可以见贤思齐了，像那个过程里面，就疫情的时候，我有看那个 Cats， 就是 Broadway Cats， 他在 YouTube 那边去播。那然后之前从来没有那么近去看这些角度，就是让人非常的冲击。而且更冲击的是底下一片留言都在说那个电影比不上这个舞台剧，所以我想这个对于就是电影版的创作者来讲，可能看这个也是蛮冲击的。也就是说，对大家来讲，就是说你有很多就是及时的一些回馈了，可以引导这个创作。当然不是说要花很多时间看 YouTube 留言嘛，有时候可能会有就是精神伤害，但是适量摄取了，我觉得也是有它的好处，确实是如此。杨老师，我倒是想到，我刚才有提到说有一些艺术家他们不是很喜欢被记录下来这件事情，其实这个就跟这数位记录这个会能够怎么样影响到后面，我觉得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像有一位指挥叫柴里比达科，他就是不喜欢被拍摄、被录音这样的一个事情记录他在指挥乐团的一个音乐。但是后来就是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的儿子就是觉得，他老爸的这样一生的一个艺术成就如果没有被记录下来的话，真的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自己偷偷的策划，把他所有的音乐会通通都拍摄记录下来，那也就让我们现在有这个机会可以看到他的这些职位的艺术的一个作品存在。我想这个就是他有被记录下来，然后影响到后来的人对他的一些艺术的观看，或者是他的一个成就的一个理解。然后刚刚有提到这个音乐剧，其实刚刚我有讲到的哦，我就想到说，我前阵子带小孩去那个小巨蛋看那个狮子王，然后看完之后就非常的后悔，因为什么都看不到，小巨蛋感觉有点远，
你只能看到有影子在那边晃来晃去。其实说真的是只能听到音乐，然后那个音乐又很吵，在那个小剧场里面轰轰轰，所以还不如回家给他看 DVD， 对不对？当然，我觉得那个是因为那个场域的关系，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还是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会有一些落差，就是说，可能他在不同的场域，也许他就可以带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感动。那或许并不是一定要在这样的场域，我或许回家看电影或是看 DVD， 说不定能够带给我的感动，比在那个现场看到的又不太一样哦。那只是我的了解。刚刚讲到保存这件事情，其实中央大学的表演艺术资料库是一直都有在做表演艺术的保存这件事情，然后之前也出了一个 App， 那这个资料库可以帮助到我们什么？可以感觉到这个整个历史的脉络跟我们在剧场这边上面的一个发展，可以看到过去的东西，可以感受现在一不一样的东西，但也可以参考之前还蛮好那个部分。那至于对于数位，对于表演艺术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深度，我觉得深度都一样产生在创作者身上。我们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我现在要创作者的作品，就像刚刚前面对在上半场徐教授可能有讲过，就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表演者的细节，那可能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现场直接看 live 这件事情是看不见的，但我们可以透过影像看到不一样，他手抽动代表他情绪的一个转折，相当于我今天在台上如果做表演这件事情，他又是 live 同时又有影像的时候，我要特别注意我的表演所有的细节，它就会是一种很可怕的进步，因为它就会督促表演者。当然表演艺术来讲它一定是 live 最好看，放在网络上面的时候绝对会丧失一点 life 这件事情，但我还蛮喜欢一个东西叫做弹幕的，因为我可以跟所有的人一起讨论这个东西的状态是什么样子，这是第一件。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刚刚讲到 Lion King， 我在网络上面也是看到 Lion King 的360的版本，360度 的版本。那这360度版本其实非常有趣，就是我们今天在网络上面呢，我可以站在舞台上面，站在演员的面前看他们唱歌，听他们唱歌，我甚至我对技术有兴趣，我可以看地面上的洞 trap room， 我可以看所有东西，我可以看到侧台，我可以依照我想看到的方式去观看这个剧场。我相信这也会是技术所给予我们一个不同的观看的模式。那对于我来说，我如果看我过去演出作品或创作作品，对于现在的我而言，的确有一些反省跟改进的作用。我相信这一定是深度所在。谢谢。对，所以刚刚讲到就是说，光是从舞台的视角了，就是把第四面墙的翻墙到了舞台上，那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本身就会让创作者跟观众好像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同等的地位上，不是平等，同等的地位上。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之前有参加过一些国际的会议，那通常都是同时有 Q&A， 然后跟演讲。那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它播放的那个时候，因为时区的关系，其实是我们接近半夜了。那我半夜其实真的很困，没有空在那边开环形灯，然后去就是有个自拍哦。那所以通常我的做法就是说，我在白天精神好的时候，我就录一个小时。但是呢，我在第一个小时的前面告诉所有听众说，哎，你们可以在聊天室也好，弹幕也好，或者是 Slido 也好，来给我提问。那所以呢，就很有意思，就是说等于同时有数位成为两个啊，两位成为在表演，一个是预录的那一位，那一个就是说大家只要一听不懂，说哎这边是在讲什么，这段是什么意思，这个网址是什么等等，哎，我马上在底下留言，然后说哦这个就是我刚刚是这个意思，我是这个意思，所以同时是评论者跟演出者，而且是在同一秒钟发生了。那这样子的话，对很多听众而言，其实他的不管视觉或者听觉讯号，它是更 saturate， 就是他的视觉跟听觉更一致了，更同步。因为一个人卡在荧幕前面，然后又没有互动性的话，其实很容易就不同步，然后一不同步就丧失注意力了。所以这确实是一个也是更有深度的一个互动的做法，这样子。我之前，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那个云门的作品大部分都有录影，那他录影可能都找张老师来录的，他比较是传统电视导播的录法，就是一镜两镜，那几颗镜头，然后现在换谁换哪颗镜头，他会调整用。那后来云门有几个作品，他去欧洲的 RM 的 studio 开始去录影的时候，那个导演自己是舞者，所以他就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研究说舞蹈。然后就是甚至拍也拍了两天，就是我哪些镜头我要怎么取，要怎么移动，怎么来拍。
拍完之后，我在看的时候，我在看那个成品的时候，就想说，哎、欸，这出演出我有看过吗？其实现场我已经看很多遍了，可是看到影像的时候就发现说，哎、欸，他那个这个导演拍到的角度是我完全没有想过的，然后等于是看到一个新的作品，所以我觉得那个数位虽然说它无法完整的，就它跟观众可以在观众席看到镜框里头的全部，那可是我们看 DVD 的时候，可能是透过导演、摄影师的镜头的角度看到那个，有可能是特写，你看不到全面。那可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有时候可能会发现到一些新的，你在看表演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很多特写，或者是奇怪的角度拍过来，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新的体验。也就是说，这个观看的深度，这个摄影师本身其实也是类似一个共同创作者了。对，这个他的景深也是他的创作深度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point。有六位朋友们想要问说，请问郑伟跟各位讲师，由于疫情的关系哦，我们看到在网络上面音乐的教学有非常多视讯教学，现在是很红。事实上，也有一些网红是做这个。那但有的时候会发生声音跟画面没有同步。那这个就是说，好比方说，就是他看到人在动，但是声音就差了半格哦。那或者是说音色跟音乐性啊，好像没有办法完整的传递。那所以后来呢，这个视频教学呢，有一些朋友也会放弃这个方式。这是不是科技可以克服的问题啊？然后第二个是说，如果能够克服的话，那么视讯教学未来是不是变成不是好像疫情的时候我们再来用，或者是舟车劳顿不方便再来用，而是说即使我就住你隔壁，我还是视讯教学的这样子的做法？那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新的趋势啊？那声音跟画面不同步的问题，当然是科技可以解决的。事实上，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饶老师讲到很多，就是压缩的这些科技啊，它的一些编码解码方法，它都是希望说，在你的频宽不太稳定的情况下，它无论如何还是保持那个拍子的一致性啊。那它有一些就是串流的一些做法。那假设这个可以解决的话，那音色、音乐性。还有就是说，视讯教学，怎么样变成常态，或未来会不会变成常态？那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 open problem， 就是在每一个不同的教学者的那个习惯上面了。我们现在也看到说，很多新一代的这个教学者，他们已经很习惯去对着镜头讲话，他就脑里把那个镜头已经模拟成他的学生，完全没有问题。那但是就是有些老师还是觉得说，看得到学生比较有着落感这样子。那所以我想这也是每个人习惯的不同。但是就是说，我想技术能够处理的大概只有同步的一个问题。当然，另外一个我就是最近也常分享的问题，就是你如果是摄影机架在你的就是视讯的电脑的框上面的话，就会变成如果你在看镜头的话，那其实你看不到对方的眼睛。但你如果你看对方眼睛的话，别人会有你在看他脖子哦，就是视线不对齐的那个问题。那个问题最近也有一些解决方案了，就是除了很贵的那种 teleprompter 就是读稿机之外，其实还可以用那个像微软那个 Microsoft Teams， 他就找了 VR 的早期的一个发明人 Jeremy Lin， 他发明一个叫做 Together Mode， 就是在一起模式。那这个模式里面呢，你不是去跟对方并排，好像各自看各自的这个小方框，而是说每个人都是。像现在我看各位这样子，就是坐在一排一排的椅子上，但是你自己是镜子里面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你看到旁边的人的眼睛的时候，他也刚好正在看你的眼睛，但是透过一个类似反射镜的设计，然后就变成说双方的眼神就可以对得上，这是一个最近两个月才就是比较新的一个发明，我觉得蛮厉害的，就是它解决二维的视讯同步性，所以同步性一定是我们这些搞技术的可以解决的，但是音乐性，然后还有就是要克服的互动的问题，这个就要问三位老师了。那个语音的不同步，其实有人雷奈有个电影导演，他有部电影叫《去年在马兰巴》。去年在马兰巴的时候，常常有很多话外音，或者是 A 在讲话的时候是 B 的声音，就男生在讲话的时候突然是个女生的声音，或者是这男生在讲话的时候是没声音的，等到讲到一半的时候，声音开始出来了。那当年小时候在看，想说哦，这个语音不同步哦。那这个可能是导演的思路，但是后来就发现，这个导演很高深，他在剪接上也玩了很多的技巧跟我们不明白的东西。可是很多东西我其实到现在还是看不明白。但是这两个人就是他因为不明白会让我们一直看，那想说会不会有一天你就终于看懂了？那所以这个不用客气，他其实以前你可能要故意造成这效果都不太容易。然后那个
视讯教学会不会变成未来？其实大家都很懒嘛，就是想说我，比方我拿看表演做例子，假设我在家里就可以看表演的话，我干嘛要出门啊？那如果不出门的话，就是在家里就可以看，我不出门又可以省钱，那会不会大家以后都不出门？但是如果不出门久了，其实会不会看久了也偷懒了？就是一看看你在快转啊，或者是抠下来看啊，就是它就会造成各种之后的问题。当然，我觉得如果视讯教学这件事情，如果它能够解决掉很多提问啊或者干嘛的问题的时候，它可能其实蛮方便的、啊，就是好像你就不用出门啊，像那中国的。你也不用去中国，在这边也一样可以赚到钱，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以人的那个人身安全比较可以确保，对，对，以我们那种越来越懒的这种性格，可能好像还蛮不错的。再请方老师。其实关于那个影音不同步，我相信再来5G应该就会解决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那其实是不是以后就会通通都变成视讯？我觉得应该也不太可能，这就有点像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是要到音乐厅去听音乐会，为什么还是要去看表演一样的意思。那我就想到说，以前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因为那个学生宿舍就在教室旁边，所以常常看到很多学生穿着睡衣就来上课。那感觉好像有点像现在的视讯，上课一样的意思哦。没有，其实我觉得还是现场有一些互动，可能跟视讯的互动会还是稍微有点不太一样，这是我的感觉啦。有时候，我会觉得说，那个某某某你不要再看手机，或是那个谁某某某你不要穿拖鞋来上课，或是谁。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互动模式，虽然说这不是课堂的一部分，但是这确实也是在让我们上课有产生一些。跟学生之间的一些互动的一个状况，我想那个在视讯上面大概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确实是，因为视讯不会拍到拖鞋嘛。我之前视讯的时候，那个就是最近有跟 CNN 采访嘛，然后底下 YouTube 就有人留言说，对不起，但我一直在注意唐政委右后方有一个 PC 控24小时的纸箱，就我拆了什么东西，然后就放在那边，然后那个 logo 就放在那边，所以就是确实，我如果去拍什么绿幕啊、雾化、啊、背景啊什么，反而没有这样子，好像比较临场感那样子的感觉，确实是如此。线上授课，因为我在广州星海音乐学院有课座，所以我已经线上授课了半年了。然后接下来半年也即将要走线上授课这个路线。我必须要讲，一开始的第一个月的确非常不习惯，所有的学生跟我都非常的不习惯这件事情，包括有些山里的孩子，可能他的真的是很不同步，他可能完全听不到我声，说老师你在哪儿？然后全班都跟他说他在这儿。我就在这，但是你也看不见我这样子，所以喊叫了半天，好不容易慢慢大家也都开始慢慢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后来用的是两套软体来解决这个事情，就有两套软体我都开着，这样的话确保这个软体的频宽不够的时候，人太多的时候，它可以跳到另外一个软体，那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别的老师碰到比较有趣是各授课，就是音乐各授课。老师弹了一个音，过了一阵子，突然间同学啊了一声，然后同学啊了一声，过了很久，老师又弹另外一个音，然后老师就疯了，同学也疯了，这样。后来我们就想到一个方式，就是不是老师先预录一些东西，然后放出来，让学生听了唱，那他同时可以直接，那个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点，他可以解决掉这样的类似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可是很有趣的哦，在一个月过后，我们都渐渐习惯这件事情了。我现在每次看到镜头跟同学们上课的时候呢，都真的觉得在教室里面上课，这是会习惯的。而且你甚至可以感觉到，哦，哪个同学不专心，哪个同学在干嘛，你是不是去吃早餐了等等事情，不管他的奶奶是不是突然间喊说他要看包青天，我都能很镇定的上课。对，所以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就像我们一开始，我还记得我在拿iPhone 1的时候，我非常惊恐，我这都没有按键怎么办？花一点时间去适应，渐渐的我们已经习惯这个状态了，没有任何按键，从还有一个按钮到完全没有按钮的状态，我觉得都是需要习惯的。那线上授课有线上授课有趣的地方，它也push我们要去解决很多网络上面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一个方式。当然，我们回到温度这件事情，
我们在现场可以直接看到每个人的感受，线上授课的感受你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才可以感觉得到，并不是马上就可以感受到，所以很多老师在一开始没多久他就放弃这件事情了。我是觉得可以试试看，甚至网络的 meeting， 其实我觉得说以目前来讲缩短掉非常非常多工作的状态。我再举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我有另外一个案子是在广州的演出，但是所有的灯光设计、舞台设计所有的东西，包括表演者，我们全部在台湾数位化完成之后，整个 package。当然他们只能用百度嘛，就用百度云端传过去，还审查了很久这样子。过去了之后，等于是那边的人直接拿了这些讯息，直接做 copy， 然后直接做排列。那出来的成果出乎我意料的一模一样。这个是一个实验，因为我也不敢保证到底最后结果会长什么样。但是经过线上的 meeting， 到最后出产的结果是类似的，应该讲说双方有默契去完成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才会觉得COVID-19 其实 push 我们往前跳了很多，变成一个新人类的感觉。我也觉得在这半年之内好像过了十几年那么快一样这样子。嗯，非常棒。就简单来讲，就是当你没有什么别的选择的时候，就只好怎么看。那但发现人的适应性是很高的，确实大概一两个月左右，以我的经验大概就可以适应了，确实这样。平老师要补充啊？还好 OK。好，那所以我想就是说，视讯教学在就是疫情没有控制的其他地方哦，不是只是趋势啦，它是就是没有别的选择，它就是必然啦。那只有我们还有这种余裕在讨论说，到底要不要线上教学哦，就是其他地方根本都没有办法开学嘛。那所以这个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在台湾我们是很幸运啦，就我们可以去试到一个，就我们大家都 comfortable， 觉得说，哎，那大概就到这边。那除了这个之外，那还是要有安排一些比较小的学习团体啊，或等等。那不是只是说完全全线上，而是说有点像你约三四个人来家里，然后看电影那样子的感觉。那所以我觉得说，在台湾比较幸运是说，我们可以找到这两个中间怎么样做一个 hybrid， 就是一个好像你既有线下又有线上的这种缝合的一些实验。那当然，我们实验出来的东西，希望其他国家疫情慢慢过去之后，也有可以贡献的地方，这是非常棒。谢谢大家的分享。有六位朋友们想要问说，请问郑伟哥三位讲师，您认为大学的教育应该要如何培育表演艺术，这应该是成长科技数位化跨域的创新人才，这样才能够再成一个接轨社会哦？有怎么样的建议或者怎么样子一个期许哦？那这个问我就问错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念过大学哦，事实上高中都没有念过，所以我对高教完全一无所知。那但是就是说，确实因为现在对很多朋友来讲，就是你要做一些表演艺术的时候，好像不能完全不懂这中间老师们刚刚讲的一大堆技术。如果完全不懂的话，其实连创作的那个方法都不知道嘛。那但是反过来讲，就是说有一些科技数位化的跨域的这些人才，也是会觉得说，我不是只能在台积电工作，我也想要多了解一些表演艺术相关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想两个方向都是有这个动机去彼此相成哦。那所以就是在大学里面，大学可以扮演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可以起怎么样的作用，那可能就是对大学比较熟悉的三位老师来回答。好，我先回答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几所艺术大学，有表演艺术的几所艺术大学都就是我们的艺术大学都封闭在一个小小的大学里头，它不是大学。所谓大学就是它可能有电机系，有可能有机械，它有各式样各种人文的滋养。可是现在的艺术学院艺术的学校都放在一个，它只有美术系、音乐系、戏剧系、舞蹈系，然后在其他的就渐渐没有了。那所以它再怎么交流，它都是在这一块里头，它没有办法去认识一个物理系的、哲学系的，或者是电机系的。他无法跟他们共同合作交流或者碰在一起。那有这些科系的大学好像就很理工，他们相关 的 也不太多，或者彼此的合作也变很少，所以变成那要怎样让这样人才能够让表演艺术科系跟科技数位放在一块。当然比方说现在还是有一些学校他有研究所收了一些过去可能是念电机机械的人到了艺术 学院来，或是有些念这些资讯的他想要转到艺术的创作里头来，他会转过去，他到了艺术学院之后大家才可能会空出火花，会有新的可能。
那你要不然如果以师资来看，好像大部分还是教表演教表演，教电机的教电机，它好像还是有蛮大的一个落差。那所以变成要怎么样结合它？那我觉得也许过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大学互相并的结果，之后可能会渐渐的开始发达。那真的让所有的艺术也融艺术艺术教育也融入在所有的这种理工教育里头，理工教育的东西也会在艺术的环境里头开花结果，也许很快就会看到了。那要怎样接轨社会？那这样的问题好像说，本来现在训练出来的学生都没办法跟社会接轨嘛？对，这样这是我觉得这也是教育的问题，就是我自己经验就是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有很多比方说表演艺术科系的教育，那个老师他教出去来的学生就很大牌，那种大牌就是我就是设计师啊，你们就要听我的。然后另外一派的这种设计科系，他就会把业主当朋友，就是我们是平辈，就是你虽然是我老板，可是我们互相良好，有良好沟通。我要怎么？我不用对我老板非常的尊敬，或者是卑躬屈膝的，但是我也可以跟他好好的像朋友一般沟通。就说那个教育训练，就是这个我觉得比较偏向身教。那如果那个老师平常就是设计的老师是很拽的，平常就是到外面都是好像要干嘛干嘛，可是这些学生到外面之后，他也会碰那高不成低不就，那个因为这个是 crew 工作，我不愿意接，我是设计师哎，那你们都要听我的，那业主叫你要做什么做什么，他说这个办不到，这个不能做，那当然他就会被这个社会无法接受，那变成那个要怎么样养成一个良好的职场的一个态度，我觉得这个在教育里头，老师也要用点心去看待这件事情。就是老师越不要离地，那学生就越接轨，这样就同一个高度这样。OK， 好，那老师，我觉得这个大学教育这是一个蛮大的问题，这应该不是我能够回答的。我讲我自己的例子哈，我在跟一些音乐家工作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一些状况，因为音乐家他们其实并不了解我们的实际上的工作的内容。所以他们常常就是只是提出他们的想法，他们想要做什么，然后让我们来帮他们完成。所以当我们能够完成他们的想法的时候，他们说：“哇，你好厉害哦，你怎么会这样子？这样可以？”我们就会心里想说：“你只要出一张嘴，我就要帮你完成啊。”所以其实出嘴的那个人是比较厉害的，有没有发现？所以说，怎么样可以得到训练，或是接轨，或等等？我觉得可能。我觉得自己的一些就是，充实啊，或者是说吸收各方面的吸收，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这可能也不是说光靠大学教育就可以完成的。谢谢。OK， 了解。所以可能要在大学之外去寻求解决方案哦。对的，非常非常合我的胃口。来，请教老师。大学其实。我原来在北艺大交，换到树德科技大学教，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一个是研究型的大学，一个是实作型大学。其实在台湾有分这两种大学，在研究型大学里面它有比较深度的阅读这些东西，在科技大学里面比较强调实作。当我从北艺大教学的时候，同学们是坐着，然后就提问，他们提很多问题，然后他们也看很多书，但他们可能在实作上面稍微弱一点点。但到了树德科大的时候呢，他们不是去问问题，他们说老师我们可以赶快开始做嘛，我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开始做。所以在这两个方向底下，因为高中端上来之后其实就会分这两个不同的方向。对表演艺术科系这件事情来讲，我们真的的确也需要评论型的人才，然后也需要理论型的人才，同时也需要实作型人才来把这个产业撑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怎么样说跟社会接轨，或我们要不要开科技创新像这样的课程？我那天才说过这个东西速度很快，我今天才在想说啊，我好想换 iPhone 12已经要发布了，所以这个速度是快到我们要怎么去开课，它怎么变成一个连贯性的课程地图？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是不是可以透过不同的工作方，或者是透过校外教学的方式去体验或体会上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学校可以把大门打开，开放部分可以在外面学习的课程，增加我们在实作型的课程。那这样的话，跟社会接轨的那个速度会稍微快一点。我还记得我曾经也是在南方表演协会有一个另外一个论坛。是在讲艺术管理这件事情。像那个学生是艺术管理的学生，他举手说：“我都找不到工作。”但是刚刚台上所有的老师才说：“我们都找不到人。”那我在想，中间这个 gap 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已经深到我们看不到彼此了吗？所以我们怎么去把这个桥嫁接起来？不是说你找不到工作，是我担心你的经验不够，会不会搞砸？那是不是彼此跨出那一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包括科技艺术，举刚刚我自己的例子，我也不懂怎么样去做成聆听的方式，或者是怎么样去做成一些技术上传或导览的这些编程式的编写。这第一步就是去问，真的就是去问。如果你有想用科技放进来，你想到了什么，你觉得什么东西你真的好想放到创作里面来，就去找相关人去问，事情就会发生。很奇妙，因为就真的是长在嘴巴上。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用这样的方式去面对。是非常好，所以就是问题导向的学习了。那在这个学习，如果他不是你已经认识的人，而是每次都是有你不认识的人在里面就是搅和的话，那其实就比较不会有刚刚讲过的脱节的问题。那也可以在可能大一大二不需要等到研究所，就可以去接触到跨域的朋友，就是非常好一个方向。谢谢。那有一位学生问的问题啊，有一位即将进入职场的学生想要问说，要怎么样在求学跟职场的实习里面来取得平衡？特别艺术领域时间并不是很固定，所以想要询问老师跟唐梦圆，有没有任何针对自己的领域，能不能够提供给大专学生产学合作的方案或者是机会啊？我们每年都有这个，我办公室有招收见习生，所以。就是既然有人问了，那我们就打一下广告。对，真的，我们每一年都会找大概30位左右的大专学生，那大三、大四、研一都有过。那基本上呢，就是已经连续4年了。那每一年其实做的事情是差不多的，就是你如果觉得公部门哪些服务你看不顺眼，那你请你来，大概就是这样子啊。那所以我们会很有系统的去请大家看自己看不顺眼的东西，然后你越看不顺眼，我们越会把你派到那边去。然后但是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要先了解到底现在为什么这么烂，然后再去探索说这个怎么这么好。这当然不能算是艺术啊，它有艺术成分，但主要是设计，就是我们叫做体验设计或者互动设计这样子的一个层面。但是因为是以学生的兴趣为依归，所以里面很多都是学生平常就会碰到的，什么个人健保资料啊，这个去年的这个最多人想要改的是 NCC 的意见信箱啊。那我们想说为什么会有人要改这个因为就是去年那种很特殊的环境，很多学生都急着要就是检举某个特定的电视台，然后发现说那个特定的电视台很难检举。所以后来就会很想要改哈，那就是台铁，就是特别是像什么返乡票啊，什么之类啊，我觉得非常多人想要改啊。故宫博物院、科技部啊，登山，因为很多人有登山的兴趣，发现说这个你山屋马抽签排队入山证，然后国家公园什么，可能爬一座山你要申请4个地方，而且如果你只会英文的话，还只能用传真哦，这是很难想象的事情。那所以他们就一起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体验。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这个我们每年都有，不过今年的已经就是报名完毕了，就是明年请早请查询青年学生体检政府网站数位服务专啊，简称瑞哈。以上业配完毕啊，看老师在跟我说，请他要业配。我之前在表演艺术杂志嘛，那每年暑假我们都会有收实习生，那大概2位到3位的。但是因为实习生来到我们杂志，也不知道该跟他们做什么。就比方说他们去跑记者会，跑记者会要干嘛，回来要发稿，我们也没有版面让他发，所以就变成其实也很困扰。然后加上有些学生只是来这里混得学分的，就是他们暑假结束之后你要把分数加回返回学校去做结案，那所以就变成那比方说我们带他去记者会好了，
那他好像也只是去充场面，就是他们如果对这个领域不了解，那个提问可能也问不太出来，那或者说对这个他本来可能自己没有兴趣，所以变成我觉得那个当你有这个实习机会之后，我觉得要展现出一种态度，就是所谓就是你对这个工作要很积极，我未来不是要从事这个，所以我要把我所有的能力表现出来，我不会要尽量问，要在我真正踏入职场之前，就把这一行的行当所有的 know how 全部都掌握住。那这个积极性当然会让带领的人会愿意带领。那因为后来我们大部分都是放牛吃草，就觉得说哇，这个实习生来就增加我们的负担，就是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教他，或他教他写，好去基金会回来之后写个稿，我们要怎么帮他改，就是其实花了很多额外的精神跟时间，其实他们只是。那可是问题是看到很多又是那种不甘愿的，就是来学校被派来的，然后也没钱啊，那所以大家都做的迟到早退啊，或者不来啊，就是这样的态度非常多。那你就久了之后就觉得哇，花那么多时间还不如算了。当然后来也有很多投入这一行的，那但我觉得就是在当时的表现，大家就可以估计这个人到时候会不会进到这一行，或者是他就是只是一个暑假而已。对，如果在实习期间一直问问题，那也等于求学嘛，就等于没有平衡的问题了嘛。对，他如果一直问问题，我们当然会很乐意去回答。如果他连问题也不问，然后迟到早退，然后表现出那个我总有点道德这种态度的时候，其实当我们也觉得哦，那好吧，那就放眼市场吧。但是那个我前两年我问了，我们杂志社已经没有这个出去，已经没有收实习生了。而且可能太放牛吃草，到某个程度确实是这样子。好，那刘老师有什么工商服务要跟我们分享？我们以前的其实状况跟那个贫穷男很像，就是来的实习生大概都会是这样。不过现在应该比较少这种状况，因为我的这个工作领域比较需要的是壮丁，那通常壮丁好像都不太想要来这边，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瞬间拒绝啊，是。关于实习问题啊，其实教育部在那个青少年辅导有一个平台，所以你们也可以上去看，上面很多就业的机会跟实习的机会都是可以看到。但如果是针对艺术型的，因为它有专业领域上的问题，所以可能都会经由老师所给予这样的机会会稍微多一点点。但因为大部分学生可能都会在实习过程当中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实习是有学分的，所以它其实是一堂课。但我们并没有把它当作一堂课来看，但是又说我都没有去外面工作的机会，但它却其实就是一堂课。那大家愿意用这个实习生是有它的原因的。那其实除此之外呢，在很多的不管是国艺会啊或文化部文化局上面的网站上，都有很多征求工作人员或实习的机会。那当然就是基金会不贫穷艺术节这边也会需要很多实习生，所以有机会的话，就是工商服务一下，欢迎来到这个艺术节当中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我以前在北大念的时候呢，我是舞台监督毕业，就学剧场管理，然后后来到研究所是表演组。其实我是一个喜欢导表的人，但是为什么学舞台监督，就是因为他比较能够在艺术这个行业当中生存。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做幕后是比较赚钱的，也比较稳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后来选择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来支撑我。可以在目前表演的这件事情，或目前导演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也可以提供大家参考。那当初呢，是因为艺术表演的不固定，薪资不固定的关系，所以你一定要计算好，你平均下来每一个案子在每个月摊提下来的费用是多少，因为你未来会面对到很多住房，然后还有你餐饮要支出上面问题，有没有办法支撑你这个梦想走下去？所以电影上演的常常都是真的，就是艺术家很穷这件事情。那这个只要 balance 好，我相信其实看到在座有很多前辈们其实都过得相当的不错，所以我觉得也可以作为一个借鉴。然后现场也很多前辈，所以等一下刚刚不知道问的是谁，所以你们等一下可以大喊声我缺实习，我相信都会回头这样子。至少有七个人会回头，七个人按赞。对对对对，确实啊，我当然也是觉得说，在特别是在实习的场域，其实对很多人来讲，这是他最
可能最后一个能够很认真的去犯错的这个平台。因为当你是正职的时候，甚至你是合伙人的时候，你的犯错后果是比较大的。但是实习生，因为大家都会有一个期待，说你反正会犯错，那你的犯错的过程其实才是就像刚才这个彭老师说的，才是激发这个你的 supervisor 的动力的这个过程。你如果都不犯错，那你犯唯一的错就是迟到，对吧？这样子的话，说真的，我们哪里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就是也欢迎大家多这个光临这个教育部青年署的 Reach 职场体验网啊，我跟你的招募应该是同一个平台，对。那在上面有各种公部门见习，然后也有其他的就是产学等等合作，都是在这边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分享，加上开启小铃铛。OK。有五位朋友们想要问说，这个表演艺术跟数位科技的跨域整合，当然是需要政府的政策配合跟协力啊。那想要问说，政府对文化科技的政策的看法跟期待啊，我可能会比较耳濡目染、浸润式啊，就是我的办公室就是社会创新实验中心，然后399号，它是浸润在空总当代文化实验场里面。那本来就是所谓的这个一个场地三中心嘛，那我们本来还想说，哎，空总里面会又冒出一个社会创新中心哦，一个空总各自表述。我后来发现，空总那个指示牌就直接说没有，先成立了那个社会创新实验中心，就是空总社会创新实验中心啊，是那个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我都很高兴，所以就觉得说，哎，好像自己也比较有文化的气息。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像刚刚讲的那个就是音响的那个实验场也好，或者是说之前在那边办过很多就是VR 的体验的这个也好，大规模的投影也好，那姚玉忠老师嘛，跟那个爆炸的那个实验区跟就是现有的就是空军的那些历史建筑整合也好，其实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科技的成分。以我的理解，甚至科技部有想过说，干脆把一个酸土农场，迷你的酸土农场直接放在空中，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无人机在那边拍的时候，就不会只是好像预演这个无人机跟舞者的这种就是预先好像已经 scripted， 就是已经写好剧本的那种互动，你甚至可以做到说，就是因为酸土农场在那个当地嘛，所以就可以变成是说，就是在场的使用者越多人召唤，无人机就越过去的那个做法哦，或甚至就是要可以用脑波啊什么之类的，技术上都是有可能的，只要大家愿意带一个像那种法圈之类的东西，对，对，那所以以我理解就是说，像这种就是当围墙拆掉，然后它真的变成类似大安森林公园旁边又多一个公园，而且有很多人会自然的进来，然后甚至参与式艺术就是有很多球，然后大家就推一下推一下，也不知道推一下干嘛，总之就是有可以参与艺术创造的过程，而不是只有看到它的结果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很多做科技的人他是非常 rewarding， 因为他发一篇 paper 也好，他做一个研究案也好，常常要两年三年之后才可以看得到一些 feedback。但是如果我跟这个艺术领域，尤其是表演领域整合的话，我每天每天都可以接到非常非常多的 feedback。那所以我以我的理解就是，那个地方是很多就是做科技创新的朋友们很喜欢去的地方，他可以第一时间知道说他的创作过程，其他人对他这个创作是怎么想的。所以我是很高兴可以一直浸润在这边。这也就是什么我后来都变成走路上下班，你们这样每天每天都可以去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表演的一个想法，这样子。其实政府对于科技跟表演艺术之间的结合，其实补助蛮高的。很多表演团队如果没有申请到正规的补助途径的时候，就会转行往这个表演艺术跟科技整合的。那时候预算又高，但是早些年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很多表演艺术的人就觉得投影就是科技，所以就把表演跟科技整合。那陈柏霖端出来的时候就非常的难看，说这样也可以。那但是随着大家慢慢的互相知道说，哦，原来怎样怎样怎样，或者说评审也开始发现不对了之后，然后这些年来开始慢慢的进步。那当然，我觉得市政府投入了不少的预算之后，才慢慢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然后大家也开始 run 的比较熟悉了。要不然过去的时候，每次都觉得说这些人凭什么可以拿到这么多钱，结果做出来成果这么的糟糕。但是这些年有时候看起来，就常常会有一些惊喜，就是那种在你去看视觉艺术类的时候看不到的惊喜，或者单纯去看表演艺术类也看不到的惊喜，那个其实有时候会创造出更多的火花。但是当然也有失败的作品啊，就是反正就是花钱来做实验哦。对，目前的状态是这样，还是要在磨合学习期吧。
就是简称那个4G 什么垂直应用扩大式生产力器，那个真的花了很多钱，然后也磨合了非常多的不同的团队，但我觉得还愿意继续做，已经五年了嘛，对不对？还愿意继续做的团队，一定就是有一些默契了，才会愿意继续做。嗯，我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几年都在承接传艺中心底下的一个台湾音乐馆，他们所办的一些活动的影音记录。当然我们是负责做影音记录部分，那但是它的这个整个活动是为了要记录台湾整个族群音乐的内容，包括像原住民的、像客家的、像闽南的，还有就是现代音乐。我也讲就是。现代或近代的一些作曲家的一些作品，然后他们做有计划的一些节目的规划，然后把这些节目做展演的呈现，然后再由我们来做影音的一个记录。那这个计划已经这是在文化部底下的一个，就是台湾现代音乐台湾当代音乐的一个记录的一个计划，那已经实行了三年还是四年了。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说这个计划可以继续持续下去。政府补助其实真的非常多，加速器也蛮多的。但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艺术对于科技，或科技对于艺术都是新手，我们需要时间去腌它。我觉得腌的时间是不够的。举一个例子，是前阵子才在台中歌剧院做了新古典声乐团的一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其实用了很多声响的东西。这些技术我们可能对我来说都还是有点陌生，即便以前做过，但是这叫做技术，不叫创作。那它进入到创作需要过程，那我有哪些元素可以去做这件事，做创作？当我还不够明白这些元素的时候，就像我毛笔还没有拿好，我就必须写出书法拿出去卖了。那在这个腌的过程不够的状况底下，我又必须拿到了这个补助，马上就要有一个成果报告书出来。天哪，我好想跟所有人说，我其实没有成果，我只能告诉你们说，这叫阶段性呈现。所以我觉得腌的时间是不够。当我们需要科技艺术跟表演艺术结合的时候，必须明白这是两个不同领域必须跨域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先互相了解对方，并不是相亲直接结婚就会期待一个好结果。所以我很期待未来如果政府能够给我们经费，然后让我们多一点机会可以去腌它，也许会有一个很好的成果出现，这样。对，确实就是说每年都要写结论报告这件事情。当然这个其实后面也有政府自己的就是经费管道这个体系，那就是为什么文化部后来有个很创新，就是把很多补助变奖助，他后来就不用管每年的那个期程了，那这个是蛮创新的。那或者是说运用特别预算，特别预算我们一次可以提，我们提八年嘛，但立法院没有让我们，所以就变成四年加四年嘛，但四年管好一次还是比一年管好一次来得好。那所以就是说，确实就是有一些包含在艺术这边的是跨域嘛。那我们在就是地方创生那边是一些科技的社会创新，一些比较大的大规模的企业，跟在地比较是社造非营利为目的合作社协会等等组织。这个我们的经验也是说，已经有三年了，两边根本不知道彼此的语言是什么。对，那所以就是说，我想接下来会有更多这种中长程嘛，就是大概至少是四年起跳，那中间可能就是两年你可以稍微改一下，不管是2+2或2+3。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在就是院本部经费编的一个方式。其实 USR 也大家都告诉我们说，这个2+3这样子是比较好的，比起1+1不知道有没有意义，大家来的好不少。对，这个确实是就是政府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好。那CTL 想要问说，请问政委跟三位老师，觉得科技跟生活共存啊，最好的样子是什么？觉得这场的疫情到最后可能会怎么样，以及生活会怎么样被改变啊？就是要我们在扮演这个水晶球的这个角色，就是看能不能看到未来之类的。对，那我这边其实在我就是问三位老师之前，我有个一个提醒，就是说大家讲科技，然后好像都觉得说只有自然科学是科学，然后只有应用的工业技术是产业技术是技术哦。那但是其实我们在科技部的朋友们告诉我们说，实际上就是现在科技部长，从我一入阁的时候，他是当时的科技汇报科技政委嘛，他跟我说，从他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也是科学。
社会组织的技术也是一种技术，事实上可以讲说民主就是社会科学的一种应用技术。那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就是把科技看得更就是包含社会的部分，包含环境的部分，包含艺术跟文化的部分，都承认说它就是各种不同领域的技术，那不会只有应用的工业产业技术才把它叫技术的话，我觉得它立刻就感觉上比较能够跟生活共存，不会变成说好我们要硬去说啊这个人文跟科技就是两分，而是说人文本身里面也有它的科学啊，也有它的探讨，也有它的理论啊，然后还有就是说当它应用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社会新的组织的方法嘛。那所以这是算是一个提醒啊，就是吴振中老师附身一下下，然后那再请这个平老师。像科技跟生活共存最好的样子是什么？其实现在我就已经蛮有共感，就是然后出门的时候，看公车几分钟会到，我再出门，然后我买高铁票，马上就手机就可以买，就可以刷了。然后就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马上就可以 Google 就可以查说，待会路怎么走，或者说那边附近有什么景点，哪一家餐厅的评分比较高。所以它其实已经在我生活中已经变成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带给我很多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跟方便性。那所以说，那当然这是好的，但有没有可能说让它更好？我觉得当然希望有更好，就是说我可能我还不用自己去那边查半天，我可能只要干嘛，它就可以帮我安排好所有的事情了。就是人越懒，就是科技就会越进步啊。然后对未来疫情最后可能会怎么样？当然不晓得、啊。如果疫苗发明了就问题可能就解决一大半了，但是好像听说会变跟流感差不多，会出 SARS 3.0，对，3.1补充包什么？对，每个段不断的打，对。但是说跟它如果跟科技有没有什么关系？像刚刚我们一大堆问题下来，我觉得我们生活其实好像很多地方会被彻底改变嘛。那当然也就是因为没办法，所以只好这样子，就人自己会找到出路的。所以变成不管疫情怎么变化，我们总是会有希望的，所以非常好，充满了就是正能量。那个张老师，我觉得科技影响之后，我自己有一个体验，就是而且甚至我觉得，学生可能都比老师还要厉害，他们在运用这个科技新的科技的变化上面。我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我就是准备了很多很多我在家里就弄了很久的音乐，然后到课堂上放给学生听，结果放出来之后，有学生问我说：“老师，这是谁唱的？这是什么？”我说：“我不晓得，我回去查一下资料。”就马上另外一个学生告诉我：“那是某某某唱的，因为他用 Google 搜寻，他马上就可以辨识出来这张专辑是谁唱的。”那当场我就吓一跳，我想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那个时候是算是比较新的一个技术。那现在好像变得很普遍，就是你只要有一个好像是叫 SoundHound， 就是你就可以直接辨识你现在所听到这个音乐到底是什么音乐，而且它是哪一张专辑、什么人唱的，它甚至都可以辨识得出来。包括像现在，你只要到路上或到商店里面去照一张照片，你就可以马上上传，它可以告诉你哪边有卖的更便宜的东西。然后现在好像就现在技术已经变成这个样子，这是让我感到非常非常惊艳的地方。谢谢。我觉得科技是因为我们生活上有些需要，所以它会出现。如果没有需要，它可能也不一定会出现，这是需求，所以它本来就跟生活绑在一起。那疫情的改变，我反而觉得2020这个年还蛮好的，回归到零跟一之间的关系，所以会有崭新的一年发生，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就我们这个从快要年底的时候回望啊，我们说 hindsight is always 2020， 就是说我们回望会看得更清楚啊，确实是这样子。当然就是说刚刚讲到的这个疫情流感化，大概是目前看起来几乎是不可避免了，就是这个病毒可以是出补充包哦。那但是就是不管它再怎么样突变了，其实它还是就是呼吸道传染的这样子一个病毒，它不可能突变到最后变成什么别的传染途径。那所以至少就是目前我们已经研发了物理疫苗嘛，那大家都有使用物理疫苗，就是要戴口罩了，所以大概就是这个部分大概是会改变，而且也已经改变了。但只要大家做这个改变，那生活上其他部分的都不太需要改变哦，就是台湾蛮不错的一个事情。
有位朋友问说，通过这样的分享，也让我们更加感受到科技融入，也就是说协助，这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是科技来协助，就是我们生活中想要达成的，不是我们要硬要改变自己的生活跑去协助科技啊，那就搞错方向了。所以融入就是科技去协助表演艺术，那让表演艺术更加丰富有趣的体验，包含我们的这个 Slido 提问按赞的这个系统，但是针对表演场馆馆内节目演出的时候，竟然把大家的手机啊，这个就是禁用啊，我不知道禁用是转静音还是说开都不能开哦、那的这个部分杜绝了更多活动的可能性。那不知道郑伟跟现场语坛专家学者是怎么样看待？我自己在台中歌剧院有过一个就是开那个机器人嘛，因为我现在一天到晚开机器人，这个大家应该很清楚。那所以我就在舞台上面走来走去，然后那大家就是用 Slido， 然后提问问我问题。那我就是谁有什么可能举个手啊什么，我会在台上往他那边接近啊等等。所以它也算是一种类似表演这种形式。可如果没有手机的话，这个互动根本就不可能达成，因为镜头的解析度并没有好到说我能够看到后排观众到底在。讲什么或者在问什么呢？就是歌剧院那么大，也不可能传麦克风。那更不像这个大家桌上都有麦克风的这种情况、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几乎运用大家的手机。那如果我有一些比较就是细微的要分享，甚至还要运用大家的手机，加上大家自备的耳机，这个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我可以假设说，大家只要扫到 QR code， 大概手机的网络都会通，因为台湾。昆明是人权嘛，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说，而且我也不会觉得说加到大家账单，因为你多花也不会多付钱。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这个互动可能我是觉得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它等于是一种分散式的体验。那这种体验，每个人如果我觉得说音量太大，好比说我常常坐前排坐的，我觉得音量太大，那我只要把我的耳机声音调小一点就好了。那如果要坐后排觉得听不太到，那你把自己耳机就是调大一点就好了。等于虽然大家在同一个空间，但是事实上还是可以自己去。调控自己融入的那个程度，以及融入的那个环境，就是变成对你最友善的一个方式哦。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至少以我这种比较知识型网红啊、站长啊，就是主要是分享，就是我所学到跟体验到的东西的话，就是观众的手机是不可或缺的了。但其他的表演环境可能就未必如此，这样。一般在表演艺术场所跟电影院，如果他自己在用手机，当然也是。为了要约束个人的自由无限扩张，然后彼此尊重的状况下，就是说，你不要干扰到别人。就是你突然的手机电话响，连到一半，那其实会干扰到上面的演出，也会干扰到其他观赏的观众。那或者说，你一边坐电影院里头很暗，大家一边看电影，还一边看你的手机，其实也会有蛮干扰的。所以我觉得，它那样的规范是有它的，是照顾到大众的共同的。但是你也不可能说个人无限上纲的自由，就是我就一路看一路拍，这样可能也会对这个产品会造成一些侵害，就变成剧院跟电影厅嘛，一般都会有这种规定。但当然像政委的这种例子上也会有，就是说这个演出如果设计是要跟手机互动的，那它必备。那可能可是又怕说有些老人家就没手机啊，或者是说他操作半天其实又弄不好，有时候也会造成他可能丧失了他的权益，就玩不到了，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这个提醒我们这一轮之后可能就要请在场的朋友看要不要现场提问题、不然权益就会照顾不到。廖老师，我觉得这是要看这个表演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性，因为有一些表演，它本来就不希望说现场有额外的干扰，所以通常就是手机会去干扰到这个现场的表演，所以才会希望说大家能够把手机关掉。可能大家也许有一些有个印象，就是之前在还没有这种智慧型手机发明的时候，那时候Nokia 手机有一个很有名的音乐，有一个古典音乐家所写的音乐哈，然后就是在一个表演上面，某人的手机响了。结果现场的音乐家他非常的幽默，就拉起了那首音乐。我想这个可能大家都有看过这个啊。这我想，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那个音乐家他还可以有他的幽默感，来用现场的干扰来去让他来化解这样子的一个干扰啊。那我还碰过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我之前有一个学生他们做展演，那因为他们都知道说，只要是进到表演展场或是音乐厅。
就手机通通都要关掉。那所以他们那场表演呢，就是反其道而行，他们希望你把手机打开，而且呢尽量拍照上传他们的表演。好，他们希望是这样。所以我想这主要还是要看他的目的性哦。Okay, 所以听起来手机至少要用耳机，好像是一个公式。OK， 对，吴老师。基本上都同意前面的说法，就是真的是看这个表演有没有需要你使用到手机这件事情。那如果真的没有需要的话，就真的不要干扰到旁边人。我也不希望我在看表演的时候，突然间旁边亮出光剑这样子，其实会蛮影响到看演出的一个感觉，对不对？就突然间刺你这样子。好，所以我还是觉得，如果今天他会是需要手机的，或需要任何就是这种 device 的，他一定会说明这个演出会需要，所以你就可以尽情的使用它这样。有一些电影就是一些靠片嘛，一些 cult movie， 他就是希望你拿出光剑嘛。那这个一开始也会说明嘛，确实是如此啊。那当然这边就是说说杜绝了更多互动的可能。我想这位提问者他指出了这个是真正的确实他杜绝了互动的可能，但是刚刚老师们的提醒就是说，有一些他的表演正是在杜绝了某些互动的可能，然后让你必须要就是专注在一些别的你平常可能不会那么习惯的东西上，这个是他表演的设计了，是表演的一部分。所以我想就是可以，就是你请你来嘛，你既然这样子提，就表示说你可以规划出有更多互动的可能，而且不会干扰到大家的这个做法。那也很期待，就是提问的朋友们可以多规划这些就是高互动性的一些作品。好，那因为刚才这个关于这个数位平权的事情我被提醒到了，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就暂时先不处理 slide 一下，看说在场的朋友有没有觉得说，哎，举手发问比较自然的，那这样子就可以举手发问了。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如果你的票数就是比较低，也没有拿到票，那这样你举手是这个能够快速的把你的票数冲高的一个办法哦。看有没有举手发问？哎，有，这个没有。都没有吗？哎呀，来请。依然开口了哈。那个，因为我们大家都对那个唐后委员非常的好奇，我想请教一下，在表演艺术里面，音乐、舞蹈还有戏剧，你个人偏好什么？我个人偏好 VR 跟游戏，我刚才讲。尤其是那种就是参与式的，就是扩增实境的那种参与式解谜游戏，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video game， 然后尤其在VR 跟 AR 里面的这种 video game， 其实有一点像我们现在这种 slideo， 也有一点像大家在参与的这种电子游戏。那对我来讲，它的好处是说，我们觉得比较容的部分，就好比像说提醒大家，我们现在正在处理哪个问题。或者大家还有接下来问什么问题，这个可以交给机器做。那但是人其实因为这样的关系，反而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就是跟彼此的互动上面。所以这个既有点剧场的成分，就是你也不知道就是大家会问什么问题嘛。但它又有一点点表演的成分，因为好像俄罗斯方块一样，你可以知道下两个问题、下三个问题是什么。所以你在脑里其实已经会组织出一个就是讲稿出来。那但是呢，它也有一点点电影的成分，因为我们毕竟这些互动是要拍出来的，所以我们都。注意我们的肢体语言等等，所以我觉得就是 VR AR 被叫做 the last medium， 就是最后的媒材，这个是很有道理。因为只要它解析度够高，你可以去在那个里面去重现各种媒材的可能性。那所以你要某些戏剧性多一点，或者是你要电影的那个就是运镜的那个部分多一点，或什么多一点，这些都好商量，都可以安排。所以我觉得之前会被分成各种不同的媒材文类，很多时候是那时候技术还不到位。我们现在技术到位的话，这些都是流动的，都是可以商量的。我想问一下郑伟啊，就是我之前有看过你的一些访谈，我已经忘了在哪里，是一个国外的网站。就是说从你的一路的这个过程，感觉上你对于数位科技打开的那种空间。包括市民公共性的这个可能性，我觉得你是非常正面的、哦。包括你刚才一直讲到，就是民主可能也是一种技术，然后这个技术跟数位的这个技术之间，它还有一个呼应的关系。那最近有几本书有出来，其实是比较抱持负面的看法啊，比方像这个《监控资本主义时代》，那本我有看啊，还有一个是还没出版的，是很大的推荐。
对，韩炳哲的那个数位狂潮下的、那个、我有看。对，所以说这个不晓得政委对于这个时代有没有可能带来一些阴暗面或者是一些问题、哦、比方说这个民粹啊，或者是数位时代所产生的一些虚实被打破以后，比方刚才在茶歇的时候讲到这个线上游戏的一个玩家，他已经没有办法分辨，最后拿那个榔头把自己妈妈敲死、哦、他以为他是在玩游戏、哦、这一类的这种人性的阴暗面，有没有可能在这样子的一个新的技术的出现以后，反而它被释放出来？当然是可能啊，就是这个问题只有未来就是可能。但是就是说我会觉得说，其实我并不是真的很乐观，我只是很进取，就是悲观进取，乐观就是中观进取。不苦不乐愁之类的，就是说，我并不是因为乐观的关系，所以才一直去做这种共同创造的工作。我恰好就是知道说，我们如果不示范出它还有正面的用法的话，那大家就会觉得这只有负面的用法了。那但是那些负面用法，其实我是很熟悉的。那因为我之前在矽谷的时候，做的事情就是在上班的时候去用类似维基百科、类似这种微博等等的这些技术，不是中共的，就是那个微博，而是说 microblogging 嘛，就是说微型部落格，这是台湾的翻译哦，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去让大家在工作的过程里面，还是有一些类似在茶水间啊等等，就是就算你是远距，还是可以有一点的这种社交性的这样一个做法，叫 social text。那后来又在苹果去跟一堆诗人啊一起工作，去说你怎么样，就是有一个叫 Siri 的一个演员，只有你五秒钟的注意力，只有你三秒钟的注意力，你还是要很快的让对方能够进入某个情境里面，而且可以跟他互动，就是你捧他的梗也好，不捧他的梗也好，他都必须要能够把对话能够继续下去，有点类似写剧本嘛那样子的一种能力哦。那而且这个剧本还不能随便翻译，因为在英文好笑的，在中文并不好笑。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让翻译家也可以在里面有角色等等。那在这里面我们很快就发现说，就是世界并不是我们设计这个技术的时候想象的那样，因为大部分人在运用这些技术的时候并不会单纯只运用一个方面啊，他的手机上面不会只发一个通知的那个即时传讯软体嘛，我相信大家手机上面至少都有两个吧，有三个或四个也不少见吧。那所以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也许我们在设计的时候都是往最乐观的那个方面去想，说哎，这就是这个频率可以增加生产力，而且说不定还是真的。但是当使用的人有点像鸡尾酒把它开始调和在一起的时候，那就会出现非常多像注意力缺失这样子的一种症状会开始出现，或者是说就是 pointless addiction， 就是让人会随时觉得自己好像错过什么，好像还得滑一下，还得滑一下，甚至会有一种幻知的感觉，觉得说好像那个荧幕变成自己的手的一部分，然后就是手机不在身边，然后手就会开始抖，因为你就是接到那个肢体不见了。等等这种情况，那但是其实在每一个单独的技术设计的时候都没有这些情景，它是就是实际大家把它混在一起用的时候，就会开始有这样的情景。尤其是当广告商就是赞助了这里面绝大部分的工作的时候，就是健康式资本主义里面所讲的这些部分嘛。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都是真的，就是都是确实是如此。那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艺术好像黑镜啊，来提醒我们说，这个如果真的走歪了，到最后会变成多么可怕的那个样子啊。如果只要看正面的，我们就不需要艺术，我们永远都是设计师就好了，因为设计师主要看正面的部分啊。对，那所以我是觉得说，一方面就是有这些艺术的提醒，那二方面是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就是设计这些互动空间的时候，累积一些说那但是我们如果好比方说以 Slido， 大家有体验过之后发现说，哎，回复的功能拿掉，而且你不能 tag 别人，哎，这两个功能减法一样，减掉之后反而你不能打脸，只能打输。对，就是脸书的那个打脸的部分消失了，只剩打书的部分。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问题，你就是觉得不同意，其实根本吵不起来，你就只能再提一个更好的问题，期待别人把它推上去等等。所以当我们营造出这种正向的互动空间，而且大家都有了集体的正向的经验之后，其实它是有点 therapeutic， 就是有点治疗性，就是说那我以后看到荧幕的时候不会觉得就是一定会跟人就是吵架解忧，我觉得就是看到荧幕的时候也有一些就是大家一起来专注的讨论一些关于艺术的事情的这样一种正面经验。但是我不是因为乐观才这样，而是因为就是了解到有很多这种不乐观的这种情况、误用的情况等等的情况，所以我才主要花时间去培植这种比较正向的这种互动的可能性，这样子。
好，还有三分钟。嗯，好。那刚刚是不是还有一位朋友举手？我是不是有错过哪一位朋友？没有。还是忽然变成没有 ？OK， 好 ，OK。那如果这样的话，因为剩三分钟嘛，那我们是不是就请三位老师可能各一分钟左右，看就是对于不管是Slido 上面真的很不好意思没有办法再回答了的七个问题，或者是老师们对于刚刚的这个论点这个有什么引申的想法，或者就是终于可以不用受到 Slido 的拘束了，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吧，等等啊，那任何顺序都可以了，因为这已经不是在回答问题了，就看。哪一位老师可能可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就大概一分钟左右。有个，对啊，黑胶的问题，感觉上就是，对，感觉是姚老师的。MP3 音质大家可以接受吗？还是一定要 M4A 呢？这个问题还真的很难回答。黑胶当然显然现在看起来是有越来越旺的情况，不过之前我有听一个朋友讲过说他在红也不过就十年，当然我不知道他的根据是从哪来的，不过我们就拭目以待吧。那 CD 也有人说他已经不行了，他已经快挂掉了，也有朋友说我觉得 CD 他还是会继续下去，他不会挂掉，所以我还是拭目以待吧。当然，我是希望它可以继续下去的哦。会不会被数位串流取代？其实我个人认为是短时间应该是还不会，因为我还是认为有一些东西不是数位串流它能够做到的。例如说，我们会以前在做黑胶的时候，曾经有。大家都知道黑胶它就是唱着一直唱到最后然后就结束，有的唱盘的设计是它会自动把这个唱臂举起来归位，有的它是没有这样子的设计，它就直接会在底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哦、以前就曾经有一张黑胶它就是这样设计，它设计什么呢？它就是让你听到最后一轨的时候它会一直跳着一直跳着一直跳着一直重复播后面那一轨哦、有一张黑胶，我没听过，但是我知道有这样一张黑胶。那我相信这个恐怕串流应该还做不太到这样的事情。然后 CD 也是一样，我们在 CD 会做一些暗装，我们要插一些暗装在 CD 里面，有点类似像就是惊喜之类的东西在 CD， 就是你要听到最后，或是听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才有可能听到这个东西。那串流如果说把这样子的元素放在串流里面好像就没有那个效果在，所以就目前我所讲的这几点的话应该是还没有办法被取代，但是它很明显的确实是已经开始在视为这个是事实了。那 MP3 有没有想象？ MP3 其实现在的音质已经相当进步了，它的早期的压缩技术当然可能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大家都还是会觉得说 MP3 的音质根本就没有办法跟 CD 相比。不过其实讲到 CD 的音质，以我们现在的工作的例子来看，我们现在其实所记录的规格都已经远超过 CD 的规格啊。那但是呢，常常为了要符合 CD 的规格，所以我们必须再把这样子的高规格再把它放下来成 CD 的规格。所以做 MP3 的规格好不好，我觉得已经那个差别已经非常细微，就像我刚刚前面在短讲的时候我也提到的，烧录片的一个反射层，它的颜色染料不同，它所反射出来的那个听到的听感是不一样的，当然一般的人是听不出来，就像我们这种经过专业训练的人都还要非常非常仔细的去做比较才可能听出来的差异性。所以我想 MP3 现在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压缩的差异性，我觉得已经算是相当可以让人接受的。确实，因为频宽进步的非常快，硬碟干脆几乎不用钱了，可能根本不用钱了现在，所以就是只要愿意付出更大的档案大小，那就算 MP3， 那只是比较没有效率，但是反正硬碟不用钱，没有效率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确实是这样子没有错。我来回答那个最后那个说。他提一个最后一个问题，他要提一个点子，把线上观看正版作品把它放到一个平台上去的这个问题。我举 NT Live 来做例子好了。
NDLife 它其实在英国的国家剧院，它其实有一个专门部门在做拍摄工作。这拍摄的工作包括外勤跟内部的一些人员，整个团队大概有70个人。所以它其实每一部的资源非常的，拍一部片的成本非常高。那拍出来之后，它当然有去统计哪些东西卖就是在 NDLife 上看的人多。那卡斯是一个重要关键。哎，哪个明星来演，必须来演，他一定卖。那谁来演，他会卖。那谁演不卖，他就会有一个这样的顺序。虽然其实他的成本是高的，就是你要拍得好看，大家想看，然后还没拍完，大家就已经急着要去看的时候，他会造成这样的差错。那这个就已经花了不少钱了。所以这个在以拍摄品质来看，我们目前好像不太容易做到。那再来一个是说，我们要给他上要上架 MOD 好了。MOD 也跟百货商场一样啊，你如果卖得不好，我半年一年我就让你出去啦。你如果在这边一年就两三个人来看，他也会说，那这个我占我的平官，我就换别人，你就会被下架了。所以变成他必须要有够多的人，那就什么样的演出是观众想看的，那这个也许有机会，也许做成线上观赏，对啊。所以他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可以。还必须要再磨合跟讨论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大概都是先有一群品味比较相同的朋友，他用不管是定期定额线上什么订阅式群目什么之类，先有一个破了，之后才比较有可能去支持了。如果完全就是像 Netflix 这种的话，其实你要上去它的 upfront 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非常高，那所以应该是可行，但是这种正版作品可能就是有资本支持的正版作品，可能才比较上得去，是老师的意思。或者要集资啊？对，现在群众募资很容易。对。回一下刚那个，刚问这个问题的朋友啊，你其实可以上 MOD 上面有个音乐或歌剧，里面其实像宝冢或者其他的现场演出或芭蕾舞剧都有在上面有做上架，你可以参考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其实现在一直都有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回应一下，最后简单总结，我前几天才听到一个朋友在说他的女儿很小很小，他跟他女儿讲说，你去这边帮我拿把那个玩具电话捡过来，这样子要收起来了。他小朋友拿过去捡一片东西回来，那一片东西是他认为的电话，他根本不觉得这个手握的电话是电话。那这个让我看见一个新人类的诞生，这样子，就他已经不再认为这叫做电话这件事情了。那这个新人类诞生，我不觉得恐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人都还是一样，那个温度都还是一样，不管这科技在怎么进步，因为它都要服务于我们。只是我们跑越快的时候，当然就是像金城武讲的，就是心要越慢，就是我们可以找到快跟慢中间的节奏会是什么，这个可能是我们在新的时代里面会需要拿捏的东西。然后，那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我们创作上面可以找到的一个契机。谢谢。好，非常感谢，谢谢大家的问题。那也有看到举牌时间到了，所以我们就到这边，谢谢，非常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各位演讲者，请各位演讲者先回座，我们现在进行大合照的拍摄，请工作人员协助两侧与会的朋友往中间移动。